九，六千九加五千，再加六千五，再加四千三百六十九，再加一万，再加一万，今天的总数会是多少？请工作人员来，我们算个账。还在播那算吗？大家以为我给到数字了是吧？后面的数字现在没那么快的运算。哎，多少？四二七六九，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吴建文先生在我们的支票板上写下这个数字。从美国来的朋友，从美国来来做善事，你说，谢谢我们小朋友。他正在沉思。对， 对， 对， 对，我了解他心情，因为他沉思了半天呢，是仔仔两个字还没叫得出口，但是呢，口水却已经流了半下了。对， 对， 对，因为这是冰淇淋啊，对， 对， 对，冰淇淋。好，那我们这是第一份4369，第二份是我们这一位，我们请也来到身边好不好？来，哎，您先放下小宝宝。哦，哎，对，离开这个家庭了。啊，对，心有点不甘了。我们同样也要感谢这边，也同样获得一个拥抱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我们的第二位。好，拍张照片。台上给我抱了。请我们的小家伙留恋仔仔，同时也说明啊，有一份特别的吸引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姿势他也觉得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厉害啦，对我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感觉哈。好，来，厉害！接下来仔仔把这一份的礼物先送给我们第一份拍卖到的，就是我们这个小家伙啊。给我偷摸屁股。这份是他的。来，谢谢你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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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请入座啊。好的。对啊，一起加油，对不对？说每天都要为仔仔加一次油。他说来，他说你也要加油。我想说，哦，我会加。他说没有，你的 fans 都有宝宝了。啊，你的 fans 都有宝宝。叫我加油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是这个意思，加油。还有那位日本朋友提醒一下。